我真的好累哦，真是，这里面人太多。所以说他们都在下面了。死了，死了，真的断了。前面一直闪图，现在用到变成断线。前面没人哦。你们要就一直看地图，看有没有人哈、啊，就是每个王旁边都要至少要有一个人哈、啊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真的断线，干。衣服墙打断了。嗯？是啊，因为这人太多，挤在那个里面，电脑。我怎么跑对面？对面是什么意思？对面。得了，等一下再加我一次，我重进了。真是搞什么断线？得了加。怎么了？公会又在讲什么？月日不来帮忙，一直要去找立顿哥解释啊。快晕倒了，你就让立顿哥好好的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去哪个领地？你去东北呀、啊！你看他们打得乱七八糟的，黑五跟蜜糖都断得乱七八糟的。不能进去啊！东北进不去吗？人满了。你参加？不能点参加？是吗？人满了吗？那可能我是最后一个，难怪我一直断药断不断。四分钟。我得出去一下，进来，进。哎、欸。不是啊，哎，吴伟要进来是进来，但是重点是人数能不能再容忍人进来？就要来西南，西南，来，二路怎么看到有人？感觉就日系的在打王哎、欸，那就打他，打啦！等等，你们那边有人吗？等等。跑了，我跑，跑过来就跑。班木在这边隐形，所以他们没看到。结果骑战斗过来，他们就跑了。八十等的先知，加赶。哎、欸，那个二王需要放荆棘，效果消失。哦，日系都不知道是不是来乱的，还故意把王拖出去，然后人就跑，真他妈的！你寡人是日系的代表，一王也没有了。日系的代表，哎、欸，一王也需要荆棘。我跟小弟的小龙在跑。哦，对啊，小弟，你讲我打字没关系，你们就打王。好、啊，我当传令兵。很好。哎、欸，我都一直四路跑，我在检查荆棘。逃哦！靠，怎么那个四路王的血会掉那么多？可是又有荆棘。哎、欸，那个三王补荆棘，谢谢。啊，我跑过去补，这边又没了。四路又我先，那表示先知不够多啊，所以不能随时补。啊，别骗他。李佳佳，三刚是没有。三六四点五三，站点在爆他们的位置。两分钟应该来。控制精彩的，分，我都分一分。控制无损。哎、欸，
他们在下路，三四路其中一路小心哦。不知道爆一爆是真的还是假的啦？在曲一平打的吗？对，他在曲一平打，打那一定是假的，放心。很他就要这装了。二路啊！好像日系，没事。哦，日系这真的不知道乱几点的看。不要这样子，好歹他就是你正状态帮你解状态的人。我知道，可是他们这样乱让人家误会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不是他们这样一拖网又把网拖走，状态又是消失你知道吗？刚刚就是同样一个驴蛋这样子做。帮看是 OK， 但是一直拖王让王解状，这样就一分钟，他们放弃了吧？没有，一分钟可以哦。如果他们火力我们没人走，他们火力全攻是可以，但是前提是他们要已经埋伏在外面那种才可能。啊，打到二路，打到剩二路 kiss， 二路快点，二路真的，还有放荆棘啊。可是他们照砍，不知道打不打得掉。青蓝哎，有，真的在二路 kiss， 还有加一只魔，对不对？对 kiss， 他把王拖出去了。三四一样有人顾哦。是二十秒，打下来几率不大，但是安全为主。13秒，嗯，打不下来了，这打不下来，不行啊！不守到最后让他们笑你，你就哭了，真的。是啊。好，出。好，出。出！糟糕！感谢大家大力的合作哦，谢谢。好，没有。我们这种说法，我们应该每次只能护两个，一个钉都会被前辈打掉。我们只能护一个而已吗？我们是打五个，他偷掉了，他想怎样呢？没有，可以护两个，因为他们的火力刚好集中打一个，我们也打一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。不重要啦，打塔罗啦，对不对啊？快出来哦，塔罗要死喽！没有那么快啦，人都还没长齐。小班一大堆人。王半血了，突然用喷的，不知道谁来了。哦，三分之一血，真的不知道谁来，真的，这当然是无畏来啦，当然是无畏来啦，不是真的，那刚刚血是超标了，超小五，小雨要去，我就是算了吧。不然就是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是，就是那个就是亮了那个光辉没？跟你讲，小雨在气什么？怎样？他说这是熊梦的 RC。那我问个问题好了，他们平常又不上线，那现在是在叫几点？我这样问好。我说熊梦的 RC 根本是黑虎的那个金屋藏娇室。捡到笑话啊！你又不是女的，对，蜜糖，干嘛？我跟蜜糖有一个两个人的孤单小屋啊，剩下肯定是黑五的长焦室啊。你哪有？那死灵怎么讲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对，有死灵的房子吗？你自己说。啊？对，现在他不在，他是现在不在，不然平常都是我和他，还有蜜糖，还有果冻这四只而已。你看，小鸡也有鸡色啊，你看。是蓝是被骂的蓝专属的房间。我觉得小雨这个是有点啊，相当当下牵拖，当下就很不爽而已啦，没有关系啦，就让他去冷静一下啊。而且小雨也常常这样啊，对不对？知道你第一天认识他吗？他以前我们被打的乱七八糟，他不是也常常自己退工会，然后过没多久就回来。三线死了吗？我去四线哦。四线刚开打而已。四线开打。三线。对。我刚血掉很慢。